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太空出差的最新动态。空间站是航天员的太空之家，想要让这个家保持长期如新，就需要定期维护维修。这两天呢，神十五乘组就化身太空维修工，对他们的健身设备太空跑台进行了维护，技能满满。我们一起来看。